会是明天举行，挖土在后天会。回来以后马上安排向厂长汇报工作。主任，你妹妹来了，让她稍微等一下。好的。老张，你把材料准备一下。今天就这样。好的。哥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，马上就走。去哪儿啊？去皇城。你不是刚从下面调研回来吗？怎么又去皇城？去皇城任职。那个地方对你来说不是太理想，去了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我看还是跟你们领导请求一下，继续留在调研组，再等等看。这次大街坊的调研对我触动很深，我思考了很久，到皇城能干点我想干的事。那个地方太复杂，否则也不会这么长时间都派不出合适的人选。哥，你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反正调令已经下来了。下个星期还要让你参加个订婚仪式。谁的订婚仪式？珊珊。珊珊呢？她男朋友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她就敢订婚呢？这个毛病可不是我一个人惯出来的。哪个小子这么幸运呢？你认识？谁？何斌。何斌？老队长何明川的儿子。何叔，哎，大伟，怎么样了？那两个外地矿工跑了，还得麻烦你上局里去一趟，董局在局里等你呢。我去，有用吗？例行公事。好吧，那何叔我走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大伟啊，不忙的时候来家吃饭，啊。我请客呀，我还要打你屁股呢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和我商量一下。我呀，这叫做先斩后奏。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不是跟你学的。别闹了，珊珊，后天是你的生日了，姑姑又赶不上，给你这个。喜欢吗？嗯，还是姑姑知道我最喜欢什么。那姑姑，我那个活动你不能来参加了。谁叫你不早告诉我的。不过也没事儿，回头啊，我带他来见见你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让姑姑见见他了呢。哦，姑姑，我要去彩排了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回头我们去看你啊。
您去哪儿？金山矿区。对不起，我不去那边。这个时候去矿难现场，好像没人拉你吧？那他们是怎么答复您的？说是年代久远，档案无法查找，政策不允许。我就是跟他说，我现在就是。您说政策不允许，让我怎么办？您二老总不能让我违反政策给你们没收户口吧？我现在就见局长。行，你冷静。打我白打了啊！不向道歉行吗？哎，局长，董局长，董局长，吵什么呢？局长，这个人您已经接待过了，可是他又回来提无理的要求。什么无理要求？他非要上回打他嘴巴子那个人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公开向他道歉。这样吧，二位落户口的问题我们换着政策去办，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，我也想请你们理解我们的难处。啊，谢谢局长啊。谢谢局长。领导，哎，叫那人进来。啊，局长，哎，哎呀，局长，这事儿你得帮我解决。怎么着，你还想让打你那个人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给你赔礼道歉？对对对，八点整，必须八点整，差一分都不行，广告之后就得播这个。什么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诉苦，但是我真有点力不从心了。这么多的陈年积案必须解决，接待群众来访又是政治任务。我现在每天二十四小时当四十八小时用。实话实说啊，我快扛不住了。快了快了，新局长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。哎，谁啊？反正不是你，也不是我。定了。定了。一个女同志能趟得了这儿的浑水吗？再说了，咱们这些熟悉情况的人办起来多难，他来了就能解决。哎，同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好调整情绪啊。大姐，不，我找周杰，我就是。哦，那你就是周慧的妹妹了。是啊，您是电视台的吧？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，请进。哎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黄青的人呢？黄青，男的女的？他好像就住在312房。312啊，你等等。叫黄青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呢？你走吧，大姐。怎么了？我哥有消息了，是我弄错了，他没死。你有什么消息啊？他往家里汇了500块钱。那我能看看汇款单吗？给邮局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六号洞在哪儿啊？在黄青的信上也提到过六号洞。六号洞早封了，进不去。大姐，你还是走吧。啊，大姐。姓名？张庆。年龄？28岁。详细地址？老队长，这两个人认识吧？面熟。三小队。你呢？姓名？老队长，不管怎么说，
您的损失肯定小不了。那可不，十八个洞口啊，这可都得封啊。就为了上次那个六号洞矿难的事儿啊，就封了我小半年。这回啊，这损失可大了去了。进来，同学，说，情况怎么样了？两个人全都招了，果然是矿主私了。死那六个人都是这俩人的亲属，每一个死者的安葬费是6万5，包里的钱刚好是39万。这事儿啊，哎，大伟，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叫张庆，还有个叫王军。张庆，果然是这小子。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。老队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纳闷呢。哎，你说啊，这个雷管库啊和炸药库，他们相隔100米远呢，怎么能爆炸呢？哎，再说了，他俩怎么就没事呢？你说，这情况是这样的啊，爆炸前几分钟，这张庆啊刚好拉着王军出来上厕所。哎，听没听说过打点子？这我知道，打点子就是矿工在矿井里头故意的引发矿难事故，造成人员伤亡，然后冒充死者的家属向矿主索要安葬费。这种事儿啊，河南、山西都发生过。那老队长的意思是，死的那几个人都是这个张庆介绍来的？我记得矿主跟我说过这个事儿。老队长，如果真的是打点子，您的那十八个洞也就不用封了。在这儿，把王娟带出去。好。张倩，你跟我说实话。